面我们分解动作，把我们这个舞蹈的主要动作做一次分解。首先我们第一组是吸腿力。吸腿力呢，当我们主力腿立直的情况下，动力腿沿着主力腿的内侧肌肉吸起。首先我们要弯膝屈膝，吸右腿，一二三四，手臂通过一个一位，这是一位手，上二位，下一位，上三位，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。哎，我们一起做一次，准备好，五六准备走，一二三四五六落下。第二组动作呢是步伐的训练，加上手臂的摆动，一个抱圆上步亮相。在这组动作当中，首先我们要注意胸和重心的运用，整个脚托住地面，旋转的时候吸腿，通过一个一位拉开三位和七位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一次，注意头和胸的运用，预备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第三组的动作分析，打开手推，打开手推，两只小腿紧贴住，整个上胸拉起，蹲得越深越好啊。但我们在蹲的时候注意两点，越是蹲你的上胸要拉起来。哎，在我们拉旁腰的时候，拉前胸的时候，注意后腰要直，重心往前，脚步呢还是拖拉步。我做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收。好，我们随着节奏一起做一次，五六准备走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这组动作啊。首先摆好造型，当我们上步的时候，整个的下胸后胸腰拉长的同时，颈部往后拉，形成了甩手踢腿立，大大大碎步留头，旋转深蹲拉臂呼吸。好，让我们随着节奏一起做一次，来，摆好造型，头往外看，我们上的是左脚啊，右臂往里面走，哎，双臂往回打，预备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呼吸。古典舞的五花手啊，它是我们常用到的啊。首先我们先学一下简单的，手背对着手背往回拉。哎，我再做一次，一二三四，当我加身体的时候，一二三四，通过一个外翻臂拉臂呼吸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一次，加上步伐，五六准备走，一二三四，注意呼吸，慢慢下来，拉开手臂呼吸。好，肩的运用呢和整个脚的拉臂是一样的啊。哎，要协调，首先我们随下动肩，一次两次三次，加上腿，一二提臂下旁腰拉臂呼吸。我们一起做一次示范，五六准备走，一二三四。在下一组动作当中，我们属于一个小小的技巧啊，也是我们这个舞蹈的主题动作。哎，稍微有点难度，首先我们学一下提腕和压腕，提腕压腕，提腕压腕，留头留头，脚是五位并腿力，通过一个上拉腹部提胯
重心往上，从头到脚都在拔高，形成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呼吸。好，我们随着节奏一起做一次。首先拉臂，打开臂啊，双臂打开七位，做提压腕啊，准备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呼吸。接下来我们做整个身体旋转，哎，手腕压臂，软手，身体向后，一二三四亮相，五六七八拉开，二二三四五六七收。好，当我们转身的时候啊，首先要注意胯一定要掐住，不能随着身体往下弯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腹部要收紧，整个的胸要打开，脖子要拉长，哎，头往后看，亮相往前看。好，我们随着节奏一起做一次，准备好，预备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拉臂收。好，我们做下一组动作，也是我们这个舞蹈的最后一组动作啊，垫步甩头拉臂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呼吸。我再做一次，看我脚下，通过一个垫拖两条小腿夹紧以后，腹部收紧，留头甩，一二三四，手臂是一右肩往前拉回来，一次两次三次，第四次是拉开放下，上步三位和七位，然后收手。好，让我们随着节奏一起做一次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，大五六七，拉臂，呼吸，上步落下。